法。你张开，我要捅。什么？你看什么看？切，原来是个警察呀！呸！你这个王八蛋，怎么找也找不到呀！哎，你慢慢玩。出完气之后交给他们处理，手脚干净点啊。谁干的？肯定是丧气，我已经叫他烧脚干净的了。喂，你疯了？快点走啊，警察要来了。我刚才那个空中飞人真是过瘾呐。孩子，你开大的，不如我来开吧。你走开点，我带他也没问题啊。警察，切，都回到家了，怕什么呀？你们这帮吃屎的，到我家摆龙门阵，有种干！麻烦拿出车牌出来。哦，我没有啊。警官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在。现在我们怀疑你醉酒驾驶，配合做个酒精测试。我不合作呢，你查我呀？可以啊。梁朝伟理个发还要跑到日本去，但是